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丹，现在跟小九他们去喝奶茶，还有他跟他叔一起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是他自己出来呢。走，快点吧。我们去前面这一家好吧？就前面嘛，有甜品，然后又有奶茶的。这家吗？这家。手工。来过吗？七八折，哎呦。你们在这里吧，我出去慢慢的事，慢点东西。啊，你熟悉吗？哦，你不熟悉，别看着啊。啊，我也要验收入啊。啊，你们认识路，你给打电话给我吧。啊，知道了，好了，不要争吵。啊，好。你住在哪里？知道啊，你看我说他们出现。我也不知道去哪里。吃饱了，吃多爱吃。收起来。香炉，两个炉，有兄弟的，温茶提醒过我。没有啊，你在说什么呀？然后我等半日，我们两个稍微，慢一点，然后提醒我。刚来又下雨，可能天气好了，就好了。说好明天就完了，天下雨。那下雨没办法呀。可能如果天气下雨的话，那可能要回去。那你说。那我们不是等他回来，等他没有，让他逛一下没有，他可能想玩。那你叫我跟他一起去，我们一起去。应该不会走丢，你这个小镇子。走两条路还能走丢啊？我出去，我一个不认识的人，认识路的人，我一来我就熟悉了。这两条街道那个，对。你还要不要喝点水？这里上火了。它里面有温水。你怎么了？放冰奶感觉好饱，是吧？是太好吃，
嗯，现在这几天天天下雨，不下雨吗？无聊啊！我今天给我表嫂打电话，我都是好郁闷啊！今天下雨，我都要烦死了。要不我们去哪里玩一下？哪里都下雨，下雨。上不下雨？上不下雨。我查了一下天气预报，广东也是下雨。我想去柳州的，然后今天我查了一下天气，也是下雨。广西应该都一样的，不过广东的。广东我查了，广州也是下雨。未来半个月都是雨。如果天天下雨的话，那就去柳州吧。去柳州啊？啊，我看我的房子这些。天天下雨，你看那个河水是不是会冒上来？那去柳州之前你要房子，你的床啊放在二楼去吧。是啊，要送狗啊，我放水桶里面啊，猫啊放水桶里面。是啊。我就怕它那个水淹上来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狗跟猫，我到时候你可以放到我们那边，家那边。放宠物店那么贵，你是多少只？两只大狗，两只小猫。嗯。还行啊。因为我表嫂那边不能放。对，他们那里不能放。到时候再说。如果天天下雨的话，就去下雨。早的节奏早的就犯困了，那早点不休息的，你先吃完再吃早餐。不能让两个人在我出去吧。